想接近你的宇宙，我进错了，我已经，对不起，天哪！哎，这是我们许久以来的第一次失误，因为有一次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因为这前奏太长，然后我就直接打哈欠，然后说你很没有礼貌，因为他是很喜欢 fingerstyle， 然后说你去那个。就是说，有些人去听 fingerstyle 表演，然后说怎么没有开始唱歌？或是以前的梗是说后摇了还是什么？是吗？我说前奏怎么那么长？但是前奏真的很长耶。好，我要冷静。你们要在深沉的听我进入这首。现场练团起来了，要先练一次吗？不用。想飞进你的宇宙，我不介意那些狰狞的小星星，过期的杂志，遭人忘却的青铜器皿。我想飞进你的宇宙，我不介意那些指甲划伤的皮肤，高跟的鞋底轻轻歪向一边，我想飞进你的宇宙，我不介意那永恒的奇迹，或者是半悠长的走掉乐曲，我喜欢和你这样待着，谁都不怕被谁拆穿，我们自由着。准确地抵达坐下。